吉利为小姐吃个七刀，扮妆脸和服装昼夜辛劳，为一个锁麟囊，东点西爬，老管家，你们这是要往哪里去啊？您听我跟您说呀，老夫人命我们给小姐办嫁妆，小姐老无闲不好，您看见没有，我们这儿刚换回来。哟，老管家，您拿的是什么呀？小姐命我去调换锁麟囊。哇，锁麟囊啊！是的。哎呦，笑得可真不错呀！不知小姐满意不满意呀？把梅香换出来，给咱们回禀一声吧。是的，是的，带我去换梅香。梅香。梅香，这个丫头跑到哪里去了啊？哎，你再大点声啊！梅痛，感情是薛大爷呀！我说薛大爷，您不知道吗？小姐这两天为了嫁妆的事儿，正在那儿生气呢。老夫人呢，刚把她哄好，您瞧您就扯着个喇叭嗓子，一个劲儿的嚷。这要是让他听见了，又该不高兴了。他要是不高兴呢，也不哭也不闹，把那小嘴儿撅得老高。您瞧吧，老夫人又得心肝儿啊，宝贝儿的，一个劲儿的哄，哄好了还好。这要是哄不好，咱们大家不都得跟着遭殃吗？美香。我们换来许多的妆奁之物，小姐一看门就不生气了。东西你们都换回来了？换好了。好嘞，我呢一样一样往里递。哎，可得这么着，小姐要是不满意，你们可得都去换去。好。哎，那是谁换的鞋呀？这是我换的鞋。好嘞，带我拿进去。您多说好话。放心吧。拿去换一趟。哎呀，我都换了好几次了。你就快去吧。您多说好话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啊，梅香，那花样儿要鸳鸯戏水的。知道了，要鸳鸯戏水的。鸳鸯一个要飞。一个要游，不要太小，也不要。
是七老八十的了，还得要人搀。哎，来啦！去把朱裁缝找来，快点去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换的手绢。好嘞，带我拿进去。您多说好话。放心吧，我呀就会说好话。小姐，您瞧这块手绢好不好啊？哟，小姐，挺好的手绢，您怎么把它给扔？
去换一趟。我都换了好几次了，你就快去吧。您再帮我说说。春丫头，吉日一良辰，就用这苏伯伯的手机墨。梅香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是小姐说话呢，快点去，快点去吧。哟，梅香姐，妈妈，给我回禀一声吧。得了，您这常来常往的，跟我进来吧。哎，小姐在哪儿呢？小姐在哪儿呢？小姐，胡妈妈来了。哟，小姐，我呢给您换了一对花瓶，您看花好样好，还有句吉星话，叫做富贵白头，您看好事不好？哟，您终于满意了。哎呀，那我就给您放这儿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跟您告别，我可就走了。胡妈妈，哎，您那可真够有造化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！您慢点走，哎，慢点走啊！别送了，香，美香。大爷，这是索琳娜。索琳娜。是的。哟，这什么呀？猪不猪，狗不狗？哎，美香，这是麒麟蕊草新花样儿的。新花呀？是的。好嘞，被我拿进去。美香，你要多讲好话呀。放心吧，我呀给您说好话。好。小姐，东西呢都摆在这儿了，您自个儿请。Thank you.
怎么？小姐还是不满意吗？还是不满意，您呐，再去换吧。哎，这倒难了。什么不诚心又把头摇，为仆的怎敢把忠言相告。夫人，你为何啼哭啊？小姐命我调换锁麟囊，三番五次总不诚心，老奴不知哪里去寻，哪里去找。为了此事，你随我进来。是是是是。老夫人来了。参见母亲。罢了，一旁坐下。啊，儿啊，明瑞是你喜气到了，吃家的日子到了吗？好女儿，乖女儿，嫁妆俱已齐备，难道是你还有什么不遂心、不满意的吗？讲话，你为何不言？为何不语？你再若不言，为娘就要生气了。啊，母亲，女儿哪有不悦之心之事？怎么？我们小姐对锁麟囊的花样不满意，正在这儿生气呢。即使锁麟囊花样不好，你自己吃过样儿，叫薛良调换调换又待何妨啊？是啊，小姐吃过样儿，老奴再去调换。儿啊，薛良偌大年纪，你要体谅他们才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小姐满意了，下面歇息去吧。多谢老夫人。谢过小姐。多谢小姐。薛大爷，这是我们小姐赏给您的。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。梅香呀，请我知宝匣儿过来。是啦，儿啊，香菱儿，修身成体娘。是你灵魂。
乃是无价之宝，是为娘心爱之物。诺诺诺，装在里面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啊，儿啊，你来看，这是玉簪一只，你看可好啊？装在里面。小姐，老夫人给您这么多东西，您还不高兴啊？要是换了我呀，鼻子都乐歪了。淘气的丫头。啊，母亲，有道是多藏一回道啊。你哪里知道，我们这里有过相逢，凡女子持家都要有个锁麟囊，为的是早生贵子，早降灵儿哦。儿啊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。你家小姐呢？我家小姐回房休息去了。快将至宝送去。是啦，淘气的丫头。天下父母俱是
今日就是你吃国之礼，为父我吃外接待，分文未曾接到，叫为父心中时时地不认呐。弟弟是哪里话来？女儿不才，却已读诗名利，像这翠状之物，纵然一无所有，难道女儿就不登花轿吗？话虽如此，只是为父对不知你呀、啊、这是弟弟疼爱女儿一片之心，焉知女儿我母。怎么样？却是不动心的哟。想上薛家开开眼，就怕我爸爸他不乐意。哎，有了，把他叫出来跟他商量商量。对，就这主意。爸爸有请。啊上薛家呀？哦，今儿十七啊，明儿十八。对，薛家跟赵家两家办喜事儿。没错。啊，哈哈，甭忙，我先想想啊。你想想，想想。
呀去。嗯，赵家，去去去去去去。哎，我说小子啊，这么着，明儿个呀，我上薛家，你上赵家。我干什么上赵家呀？你干什么上赵家？不忙啊，听我慢慢跟你说呀。啊，这个薛家是大门大户、大财主，人多事多，礼法多呀。我年纪大，见识广，到了那儿出不了什么纰漏，所以我上薛家最合适了。哎，就是那个赵家，小门小户的，人少事也少，你到了那儿没什么事儿，哎，更出不了什么纰漏，所以你上赵家最合适了啊！你上赵家，上赵家。嘿嘿嘿，爸爸爷、啊、得嘞，我跟你一块儿上薛家得了啊。什么？你也想上薛家？对呀，我开开眼呐。啊，我瞧出来了啊，你小子是小势利眼呐。我怎么是势利眼呢？哎，你嫌人家赵家穷，想去薛家攀高枝，你这不是小势利眼吗？那这么说您就是老势利眼了。我怎么是老势利眼了？您听我说呀，您嫌人赵家小门小户的，没什么钱的，您呐就是老势利眼了。你是小势利眼？老势利眼？小势利眼？老势利眼？小势利眼？小势利眼？要没我这老势利眼，能有你这个小势利眼吗？你这势利眼还传宗接代？那是。哎，告诉你说啊，明儿个呀，我上薛家，你上赵家。不成不成，我也要上薛家。不成不成，我上薛家，你上赵家。我上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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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。这嗨，这个家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说了算。我叫你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；我叫你打狗，你就不能骂鸡。我让你上赵家，你就得上赵家。你上什么薛家呀？啊，你到了那儿把事办砸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，你这不是成心要气死我吗？你什么干什么呀？你，喷！嘿，说了半天呐，他上薛家去了，不成，明儿个呀，我也上薛家，看他把我怎么办。这聋子是瞎子呀，没瞧见我这敲着呢吗？哎呀，我要你用力的敲。什么？还用力的敲？敲坏这锣你赔得起吗？你告诉你说，有点动静就对得起你了。势利的小人，什么东西？势利的小人，真是个势利的小人。Thank you.
子里有人，他又不是鸡蛋，怕磕了碰了的。哼，屎里的小人。哟，我们在这比，他们也在这比，这不是娶媳妇打分凑热闹吗？哟，瞧这小破轿子，这是什么颜色呀？红不红，绿不绿的？啊，你是神灯洋人，再次多口。什么？再次多口？哼，告诉你说吧，这小破轿子我还没瞧见过呢，今儿个总算开了眼了。哎呀，天哪！想我赵鲁汉人虽贫穷，今日竟被这势力的小人耻笑，真真气煞我也。家贫穷。
做什么？我说你们这姑娘，她这是怎么了？这结婚办喜事儿，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？瞧你们这丫头片子，一会儿一个，哭起来没结没完的，够多腻味人呐！丫呸！她是我的女儿，她要哭，她爱哭，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啊？与你什么相干？这老头根本倔躁，告诉你吧，就冲你呀，明儿你们姑娘过门，还指不定有没有空席呢。散去，你管他则甚啊？你管他则甚呐、啊？我这套他都学去了，跟人学变狗猫。小姐，他不告诉我。赵如涵，乔中是你什么人呐？乔中乃是我的女儿，如此啼哭，莫非不愿吃贫么？不是哦，只因贫富相遇，见机生情，故而啼哭啊！原来如此，启禀小姐，她家姓赵，乔中乃是她的女儿。只因贫富相遇，出其上情而。啊，闹了半天，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！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她，就是把锁麟囊送给她呀，也够她吃一辈子的啦。Thank you.
哎呀，你又做什么啊？我们小姐看你们姑娘哭得可怜，送她一个锁麟囊。我告诉你呀，这里头都是珍珠玛瑙，全是值钱的东西，拿回去呀，够你们吃一辈子的。拿着吧。我们不要啊。拿回去吧。我们不要啊。美相，美相。老先生，老管家，我家小姐见你女儿哭得可怜，竟有锁麟囊相赠，里面至宝甚多，你且收下，日后勿忧矣。我不能收手啊。收下了吧。哎、不能收手、啊、收下了吧。哎呀天哪，像我赵鲁汉为了女儿壮脸之事，东接西凑，分文未曾接到，今日遇见任你的小姐赠儿锁麟囊，莫非活菩萨现身了么？这老头还挺迷信的、待我对女儿说明啊，女儿，任你的小姐赠儿锁麟囊，你要好好收起。囊儿收下，问过性命，日后也好打包。哦，是是是，老管家，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？我们小姐姓薛。没姓，朴木凡姓，非为宝爷。今我们有了锁麟囊，有了钱了，只管地敲啊。怎么着，有钱了？有钱你早说呀，你听着啊。喂，我说说是真有钱了。哎呀，真的有了钱了。有钱就好办事啊。蓝大爷你听着。怎么样，市里的小人太夸奖了。什么东西太夸奖了。市里的小人，真是个市里的小人。老先生，您先听我说。哎，您听我说。您先听我说。你们一个讲完，一个再讲。哎，老先生，您先听我说。哎，您先听我说。他是这么回事儿。
我们爷俩都是当兵乡的，今儿个是个好日子，薛家跟赵家两家办喜事儿，我让他去赵家，他嫌人家赵家穷，想来薛家攀高枝儿。您说他这不是势利眼吗？您听我说，您听我说，好好，慢慢讲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有两家办喜事儿，一家薛家，一家赵家。他嫌人赵家小门小户的，没什么钱的。您说他这不是老势利眼吗？你是小势利眼，老势利眼，小势利眼，小势利眼，不要争吵。依我看来呀，对。您给说句公道话，呵呵，你们都是势利眼，好眼力呀！什么跟什么一样，都是势利眼了。要要要要要，小的啊，甭管他了，咱们呢找个茶馆酒字的吃点儿喝。点儿，你瞧怎么样啊？不是老势利眼穷，小势利眼穷，老势利眼穷，小势利眼穷，老势利眼穷，老势利眼，哎，这这这，哎，you
事报一老人家，谁让他是我爸爸。裹什么乱呢你啊？没听他说吗？他说什么了？他那媳妇儿让大水给冲跑了。哎呦，是吗？他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想起我奶奶来了。又想起你奶奶？他还说了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那儿子让大水也给冲跑了。哎呦，是吗？他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想起我爸。别说了，再说连我都搁里头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跟这有钱人说话那就得矮三辈。嘿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，你小子还是脸呢？你啊，谁是脸？你是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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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脸。第二任不必增吵，看前面九山船上有一孩童，好像我儿大气一模样。我看看，嘿，好眼力啊！你二人速速开船，开船。
水，遍地是灾民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哎，怎么就咱们员外爷一个人搬粥厂啊？哦，你是说咱们员外爷呀？啊，嘿，那可是远近的大好人呐。是吗？咱们员外爷看着这逃难的难民呢，哦，他是不忍心呢，所以啊，搭棚舍粥办粥厂，哎，救灾民呐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哎，天儿不早了，哦，那咱们赶紧去粥厂张罗张罗，张罗张罗。哎，走，哎，走走走。水差点儿做了鬼，我胡婆就在薛府用功，只因登州城发了大水，我来在此地两眼一抹黑呀，我上哪儿找饭吃去？还好啊，此地有个卢员外，开了一座粥棚，我每日三餐全凭打粥活着。哟，天儿不早了，我还是打粥养养我这老肚吧。是叫苦之声啊。
姑奶奶吗？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！见胡同好一次空山门来，你可曾见过父与我兄台？姑奶奶，郑州城发了大水，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这辈子也见不着面了。是说了吗？登州城发了大水，老夫人和姑老爷这会儿都变成了鱼粪虾米事了。姑奶奶，您别哭啊，正隔的嘞，您饿不饿呀？是啊，我腹中饥饿，琥珀，你与我开饭来吧。哎呦，姑奶奶，您还打算在府上的时候呢，说声开饭，马上是四个碟儿八大碗炒肉丝儿溜肉片，是山珍海味，是要什么有什么，这会儿啊是要什么没什么了。如此我那胡物冲击身旁又不曾带着银钱呐、啊！哎呦，您要是带着银子，知道弯大水，那咱们呀早就搬家了。我那胡物来充饥呀！怎么办吧，姑妈，跟我打粥去吧。什么叫做打粥？您听我跟您说呀。此地呀、啊，有个卢员外开了一座粥棚，咱们登州来的灾民呐、啊，都上那儿打粥去。这就不对了。怎么呢？像这粥乃是饭后之品，一碗稀粥，如何能充饥呀？哎呦！姑奶奶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说话怎么还这么咬言杂刺儿的呢？得嘞，我也说一句吧，这叫做此一时也，是彼一时也。一句话引得我云梦方向。哎，打粥了，打粥了，打粥了，来来来来，您先来，您先来，您先来，别磨蹭啊，一个一个的。快着点，快着点啊！哎，来来，嘿，爷儿怎么凉快呢？你这我那还一爸爸呢。得，今儿这个
全归你了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呦，老伯伯，今儿这粥没了，您呐明儿再来吧。明儿再来吧。老伯伯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得，连我这碗也脆了。奶奶，您怎么把粥给他了？那您吃什么？哎，我说二位不是，打完粥不走，在这磨翻什么呢？哎，二位，哎，二位，他是新来的，多关照，哦，多关照，多关照。哎，老婆婆，您请过来，正格的跟您商量个事儿啊。他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府里啊缺个红小少爷的老妈子，我瞧这位大娘子啊哭得怪可怜的，这么着您过去跟他商量商量，看他愿意去不愿意去呢。哎，好，我们商量商量。哎，好，您商量商量。哎，商量。哎呦，姑奶奶，姑奶奶，您听见没有啊，人家府上啊缺个红小少爷的老妈子，您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呢？有这样的好事，你为何不去？哎呦，姑奶奶，您的话可不能这么个说法啊！像我这么大岁数，在外头怎么都方便，您在府里头哄着小少爷有吃有住，我在外头打听老夫人和姑老爷的下落，您看好事不好呢？琥珀，你这片苦心我俱已明白，情愿跟随他们去到大户人家讨个温饱就是。哎，这么一说您答应了。哎，我跟人家说去了啊。哎，二位， 哎他答应了。哦，哎，新来的，哦，多关照。哎，您放心吧，哎，多关照，多关照。哎，姑奶奶，您跟人家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跟我们走吧。哎，要来看我啊。哎，我有一工分那一定来看你了呀。这走吧，啊，跟他们走吧。嘿，跟我们走吧，跟我们走吧。哎，你就要来看我啊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我一有工分那一定来看你了呀，跟他们走吧。走吧，哎，跟我们走吧，哎，走吧，姑姑，哎，你要来看我？哎，这我不是说一有工夫咱一定来看你嘞，跟他们走吧，走吧。大娘子，别瞧了，人都走远了，跟我们走吧，跟我们走吧，哎，跟我们走吧。哎，这伺候人的差事啊，真够难为你的。不过没啥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我们这小少爷从小是娇生惯养，进到府里啊，你别给磕了碰了就行了啊。说着说着，咱们啊就可就到了啊。你们在府外等着，我进府给你们禀报一声去。哎，您禀报一声。有请员外夫人。昔日贫困在登州，怎能知世挂心头？
参见员外夫人。罢了何事？你叫我找的那个红小少爷老妈子，我给你找到了。唤他进来。哎，师妹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哎，来，进来。大娘子，别这愣着呀，见过咱们员外夫人呢。参见夫人。罢了，你姓什么？我姓谢。哪里人士？登州人士。登州这场大水惊况如何？据在玩耍，你看他浑身都是尘土啊。是啊，哪里来的尘土啊？妈，我读书读累了，上后花园打秋千玩去了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摔住五营，摔住五营。没摔着，没摔着。啊，儿啊，为娘与你鼓了一位吗？与你玩耍，你看可好啊？啊，我可不要，又跟他似的，长得又丑又胖的，多难看呐！哎，此人相貌秀丽，你一看就会喜欢的。那我得瞧瞧。碧玉有，唤薛妈前来。是啦，薛妈。医生换好了吗？快点出来吧。薛妈，带领小动人在后
走吧走吧。行马传来，莫惹蜜蜂刺，休拨之王死，松针一场，不要刺中小动人。静静晓得，去吧。快点走吧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行马传来，啊，夫人，待我替你赊了吧。要提防金鱼去，小心太湖去，莫惹蜜蜂刺，休拨之王死。啊，夫人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不是的，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对他演讲。孙妈，带领小动人在后花园任意玩耍。唯有那东九之龙，万万不可上去，若为我命，定做不败。这倒是件要紧的事，你要记下了。去吧。快点走吧，薛妈。快点走，快点走啊！薛妈，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？哎呦，小少爷，他们家要是有这么大的房子，还上这当老妈子来吗？那你们家有特别大的花园吗？有什么花园啊？他们家呀，连猪圈都没有。哟，到了，来来来，跟我进来，跟我进来啊！薛妈，瞧我们这花园多好啊！空气真新鲜，哟！你瞧那花多好看呐！啊，薛妈，薛妈，薛妈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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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哄小少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可不能磕着碰着拧着蹭着的。要是磕着碰着拧着蹭着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话我说了，听在你。不听也在你。多臣奏议。这算不了什么，来来来，看我教你哄小少爷玩啊！小少爷，来来，咱玩这个，玩这个啊！啊啊啊！哎，你还给我！哎，咱玩这个，你听着，你听着啊！哎哎，你还给我！哎哎，小少爷，咱们一块玩。我不要你了，你出去吧！别别别，你出去玩吧！我不要你了。小没良心的，这么点儿他知道喜新厌旧，不跟我玩啊，我一个人玩去喽。哎，薛妈，你倒是陪我玩啊。是啊，我来陪你玩耍。啊，公子，你看这个可好啊？这个不好。这一个呢？这个也不好。都不好。我来与你肩吧。薛妈，这些我都玩腻了，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吧。新的吗？哦，我与你见过纸人儿玩耍可好啊？纸人？挺好的，薛妈，你快给我剪吧。我与你剪来。薛妈，你快点啊，薛妈。你快点，薛妈。这就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薛妈。啊，公子，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玩耍呀。哎，小纸人真好玩，还这样呢。哎，薛妈，你会剪马吗？会呀。可是这么着。我可要个绿马，绿马。哎，薛妈，你别愣着，你快给我剪呐！我与你剪来，快点儿，薛妈。人两足，马四足，自然要慢着些呀。哦，人两条腿，马四
回腿，那你也得快点。大公子，你看这个鲁莽儿可好玩耍呀？让小人骑大马。薛妈，可是他不会走啊。哎，芝麻儿也能会走啊。他不会，我会呀。薛妈，我给你学马走路，你看着啊，看着啊，薛妈。我学完了，该你学了。学什么？学马走路啊。哎，人字人，马字马，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呀？不能学的。学一个吧。不能。学一个。不能。哎，你不学，你不学，我告诉我妈去。不要出去。我与你兄妈，快点学吧。
的，可是他一看见咱们家的红布口袋，他就哭了。有这本事，岁妈，随我下楼，我有话问你。甭让我站惯了，岁妈，我来问你，几有年六月十八日，天气如何？你还记得么？都还记得。Thank you.
来了，不但红，红了还要发紫了。再伺候伺候你，来，坐下吧。
看过吗？怎么还换呢？不必多言，快去。是了，夫人，这算何意呀？别无歹意，稍事你就明白了。这算何意呢？这算何意呀？过来，听我告诉你，我们老爷夫人可是个大好人，他们最能可怜天下的穷人，尤其是我们老爷没什么想法，他要想续二房啊，早该轮着我了，也没你什么事儿啊。如今他的母亲来了，丈夫来了，儿子也来了，他的一家大小俱都找上门来了啊。怎么他们都来了？是啊。好好好啊，夫人，你莫非得了风病啊？我并无风病啊。你也太慈悲了吧。还是慈悲的好。你这样慈悲叫我人难解。少时你就明白了。丫鬟有请薛老夫人。是，有请薛老夫人。Thank you.
儿啊，你在此为父，为
我穿着上等的衣服啊。跑这玩命来了，这都什么人性啊！